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此列车时速立即降到每小时5公里。你立即通知12次缓行，时速5公里。是是是，通知12次缓行，时速5公里。时速5公里，什么概念？我刚才从后面走到前面，大概也就是时速5公里左右。火车行驶这样的速度，你能想象？当年铁路调度究竟为什么要让火车突然减速？12次列车的失踪会不会与这突然的减速有关呢？在欧洲东部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有关幽灵火车的传说。据说啊，经常会有一列古老的火车不知从哪儿就突然冒出来了，最后又消失在一团白雾中，同时消失的还有不小心上车的乘客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种传说。不过现在想想，当年的12次列车失踪也实在太过蹊跷了。那么火车在出发的时候是否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征兆呢？